118三斤大牛蛙，还有四个配菜，还有个主食。你们那个牛蛙跟别的牛蛙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我们用的是无抗蛙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保证每天都是现杀现做。今天来万松园吃一个武汉老板啊很少敢用的牛蛙，生态牛蛙，没有科技与狠活啊。不知道在武汉市还有没有别的家用这个牛蛙的，确实很大个啊，个个练过健美操的。淋上料汁蒜泥香菜，大口的蛙肉吃起来真过瘾啊！除了麻辣味之外啊，它这个牛蛙肉吃起来会更有嚼劲一点。这三斤蛙扎的是全肉，现煮的滑肉，还可以烫一个牛蛙瘦肉米粉。在重庆非常火的茉莉酒酿冰豆花，冰凉清甜，解腻。